菜很。你这个有个最大的缺点，我讲，年龄没有的，本人几岁没写？83年。83年啊。经济思想均独立，年龄。你还优秀的太多了。行情没有没有。他拿12000、2000一个月工资，拿个3000、4000的，他不愿意的。肯定有50%的女孩，35岁以上的女孩，终身要单身的，因为没这个人啊。读书读得太高了不好。本科毕业就可以了。古人说：“女子无才便是德。”女的就是房型，房型，她就是房子，年纪轻就地段好，漂亮就是房型好。